这是 iPhone 6S， 看起来差不多，用起来却大不同。它能敏锐感应手指力道，更聪明的看简讯、看 email、看新闻。哦，你也会看新闻 ？Yep。现在还能拍摄 4K 影片，连自拍都不同，荧幕就是闪光灯，怎么拍都超多人按赞。Thanks。照片更生动，因为真的会动。体验过就懂这些不同。